从新沙农会又担任股农，去到中国再讲轻养养的股神庙，屯股神五三公国乡转新沙来服侍哦。今年系邱老上年十七，也系股神五三公生。新沙国家路盼的指点，希望股神保庇，新沙为向股神爷，实在迎来迎好。台中市农业局还有新社区农会的机关首长戴泰达乡下来拜古神五三公，希望古神保佑风调雨顺，农民太丰收。韩国渡河有落雨，农民都认为这是好兆头。我们的古神非常的灵验，天降甘霖，天降甘霖啊！台湾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今天我们新社下了这个好雨，象征未来会更好。啊，希望哎嘛是会用个绕境的活动了哈，今年特别吼改变一下，用个庆生活动啊哈，我们很多人是恐吓来参加，啊，我们的古龙拢是平安，哈，所以风险穿太紧哈。除了宗教庆典之外，古城素菜体、新社协庆社区，咪期盼一场老年界向古节发通，一场电视的哈主要个古类品种，今年咪透过发通展现才艺，而提升新社向古界知名度。直接推荐阮在地很多，阮即摆已经是一级产业、二级产业，好让给推销出来，甚至那个美味即、這个香菇餐，所以咧很多间咧，我是要每几年来介绍。新社农会讲，台北讲到香菇，大家都会想到玻璃，而哈新社系台湾国内主要的产地，境外面积超过200公顷，产量、价格、全台差不多不相，所以希望透过盘查通来带动行销新社所有的国内产业。看看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